来了，快坐。又是重组来的，你会不会说话呀？吃饭，吃饭。别理他，我去盛饭啊。嗯，吃饭好。你吃吧。来吧，快吃啊，多吃点菜。我再去炒个下饭菜啊。嗯，吃吧，吃鸡蛋。哦，对吧？这是煎蛋，煎蛋很上火的，老人家不要吃。 上火，哦，爸，哎，你是不是牙不好啊？是啊，爸，你这牙不好，不能吃这个，这个一吃一个准。我给你看啊。 吃好了，一吃啊，牙就没有了，一个牙好几千块钱，这个不能吃。爸啊，等我，还有菜。哦，那不能吃。爸，你喝汤吗？不喝。来，下饭菜来了。豆皮。豆皮。你再搞，帮我倒杯水了吧。 嗯，好，吃吧，吃香。哦，对啊，这个虾好腥的，你们乡下的人吃不惯。啊？哎呀，很腥的，帮你闻一下，是吧？没骗你吧？嘿嘿嘿嘿，太腥了，不要吃。嗯，好女婿，我不吃。对吧？我记得家里那个鸡跟鸭好像有四五斤了。有的。你下次来啊，带两只过来，知道吧？女婿爱吃，女婿啊要补一下。 啊，<笑>这你别笑，来，你的水，爸，快吃啊！吃啊，吃豆皮，爸。嗯。好。虾啦，吃点虾饭来。嗯，太腥了，他喝不惯。<笑>爸，吃这个排骨汤啊，快吃。 这不能吃，大牙不好。你看，哎呦，牙没有了，一吃一个准。那爸吃豆皮。好。老公，这豆皮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好吃吧？嗯。好吃吧？这一大袋呀，可以吃上个把月了。嗯。 爸，快吃，多吃点菜。这老爸，这豆皮我感觉炒少了，要不你再炒一把？这不有这么多啊？这不够吃，我都不够吃。这样你再炒一把，爸喜欢吃。留一点吧。你再炒一把，嗯。哎，爸，爸，你干嘛？你饭还没吃啊？哎，怎么回事，爸？ 爸爸还没吃饭，怎么就走了？哎呀，你炒的菜不好吃，这个么费牙，这个海鲜么贪吃不惯，这豆皮嘛又炒少了，你这个人啊，真是的。啊！你这吃多少？二吃多少了是吧？哈，连饭都没饭吃，那是哪？给我滚！爸，爸，啊啊！怎么了？能不能轻点？哥，吃包子。 快一点，像乌龟一样的磨磨唧唧的。那个有没有好一点？全身上下都痛。稀饭，能不能吃啊？不能吃快去睡。能吃。看你今天还老实。哥，快吃啊。嗯。 来，妹夫，吃个包子。我不吃。你不吃？你不吃？你吃吧。那我吃啊。嗯，妹夫，肉包子，你最喜欢的。我不吃，哥你吃吧，你吃。啊，那我吃了啊。嗯。
来，切菜来了。来，你坐这里。好。呀，今天这包子咋不吃啊？你最爱吃的肉包，吃不下了。你们吃吧。这样吧，这蛋也是你最爱吃的，来给你夹一个。我不吃，我不吃，老婆你吃吧。你吃。真不吃啊？给我拿杯那个水喝。哦。那你吃稀饭吧。稀饭也不吃，那给你吃。都不吃啊？不吃拉倒，饿着肚子吧。跟我们吃，快吃啊。嗯。妹啊，这个榨菜配稀饭配包子还真不错。好吃吧？嗯。哥你快吃啊，来，你吃两个，我吃一个。哦，来了。嗯。好，谢谢啊。老婆，你帮我扒一下，我想先吃个腿，不方便。哦，怪不得你不吃啊，原来你给自己准备了烧鸡呀、啊！你还真会算计啊！啊，真的是狗改不了吃屎啊！你这个自私的毛病。哥，来我们吃。嗯、我们吃。老婆，今天上这么硬的菜。哦，一会儿我哥过来吃饭，来了，又来了，哥，哎，快进来，先坐，我去帮你盛饭啊。大舅哥来是吧？乡下又待不住啊，空手啊。来哥，先吃啊，我再去炒几个下饭菜。来哥，吃炸子，吃炸子啊，好吃。哥，你家里不是养那鸡鸭鸭，养了吧？养了。你下次来啊，不要空手来，带两只过来。妹夫喜欢吃，你看，来我们家我都给你准备了烧鸡，啊。那个鸡跟鸭有的过年卖钱的。你别笑，大哥吃头，吃啥不吃啊？这脖子活肉，嗯，很灵活的，肉好吃是好，肉好吃。嗯，我拿纸，拿纸。下饭菜还没来，下饭菜。来来来，这么慢。来来来，下饭菜来啦。快点坐那边。哦。哦，去打个饭。不是有，不是有。来，筷子帮我拿。哥，快吃啊！哥，吃鸡。
豆皮也好吃，快吃。嗯，吃。妹，这豆皮好好吃啊！好吃吧？嗯，我买的。好吃。哥，你快吃啊！你别光啃的那个鸡头啊，这个头没肉的，吃这个，这有肉。你不喜欢吃那肉，我喜欢吃鸡头跟鸡爪。哥，你不喜欢吃肉啊？嗯。那这就留给我们吃。啊。这样老婆，你看都没菜了，你再整两个菜。这豆皮我也喜欢吃。哥，等下没菜吃。你再炒两个菜。嗯。你咋就吃饱了？你这饭都没动了。我不吃了，我真吃饱了。对啊，饭都没动啊。哦，你菜搞走了。又是读书是吧？哈，每次我哥来都这样子，没给饭吃，不给我个饭吃啊？你还是人吗？哥，你等着，我再重新给你做。